最近见刘子光了吗？没有。蓉蓉，你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，怎么遇到刘子光这件事儿上就心口不一呢？瞧瞧，被我说中了吧？我问你，你喜欢他吗？那他喜欢你吗？也许吧。不是也许，是肯定。说实话，我挺恨他。在他没回来之前，我就是你爸妈眼中的未来女婿。我们俩就是同事眼中天造地设的一双。自从天上掉下个刘子光，光当，可不是吗？光当，一切都变了。其实我以前从来不相信缘分这件事儿。自从刘子光出现之后，我才发现，这世界上一切都是天注定，不是你努力就能改变的。蓉蓉，你要好好面对你内心真实的情感。你得去看一看，你跟刘子光之间到底有没有缘分。如果你们能开花结果，我祝福你们。如果你们俩结束了，我依然还在你身边。用现在那句话说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备胎。真的。你现在的任务很艰巨，因为你的选择决定了我跟刘子光的未来，更重要是你自己一生的幸福。勇敢点。去吧。你真伟大，还行吧。让我选是吧？好，我选安静。蓉蓉，你别胡闹。我闹什么了？是你们俩在闹吧？韩队，我觉得你病还没好，你回去躺着吧。刘子光，嗯，你爱干嘛干嘛。
都化为乌有。我是商品啊，我是东西啊，你俩让来让去啊。Don't can be controlled, prepare for the worst. 爱情却总很交错，比生活难得多。这世界上一切都是天注定，不是你努力就能改变的。你要好好面对你内心真实的情感，你得去看一看你跟刘子光之间到底有没有缘分。眼泪不肯走，骄傲却都留和过去。刘子光说分手是不回头。有病啊！没事吧你？哎，你别拽我呀，你别。有事没事，你别拽我，松开！大晚上练什么赛跑？有病啊都！
后再播。不要生气了，昨天晚上我不是想失约的。没事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不是，我碰见了侯四海。你碰到侯四海了？是啊。他在哪儿？昨天晚上本来说好了去见你，结果碰上了他。我想追他，结果让他逃走了。但是你不用怕，我已经报警了，没事了。你受伤了？伤重吗？不重，被他车撞了一下而已，没事了。现在被车撞了？嗯。你怎么隔三差五不是这儿受伤就是那儿受伤啊？我要操心的事儿够多的了，你还不让我省心？因为你警察呀？啊，你还追车？你被撞死了怎么办？看什么看？你是在关心我是吗？关心你个屁！哎，其实也要谢谢侯四海的，他没把我撞死，不然我今天找不到那个答案。什么答案？我在想，昨天你约我是要给我一个答案，关于你会选择我还是韩姐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当我买菜呢？不是选这个就选那个。刘子光，你什么时候亲口跟我说过你喜欢我？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你想让我做你女朋友啊？你自己都没准备好，我选什么？我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？你说。准备好了再说吧。你去哪里啊？找侯四海。